目前的三十三名球员分别来自台北市龙山、东园、大龙、士林和木栅国小。他们从今天起集中在士林国小训练，并且在士林国小借读，由五位教练共同训练他们。十天以后，他们要做第一次的淘汰，选出24名球员，然后在3月30号这天正选出14名球员，成为北区代表队。北区代表队决定从4月1号起在阳明国中正式集训，参加6月份的全国少年棒球赛。目前，他们的五位教练已经定好了训练计划，训练的重点在体力跟基本动作方面。